吃饭真是南瓜煎，南瓜煎。鸭爪子。这一大碗香哦，还有酸辣生姜，姐妹们，你们期待已久的酸辣生姜活动来了，减两块，双十一的活动，微酸中辣半糖，特别下饭，半糖酸辣口味啊，微酸中辣，来了下面这些，下饭绝绝子。那个把包出来，红烧八丝肉。真腻，这个下不来哟。酸辣生姜说到要放冰箱保鲜，这个把子肉的做法在作品第一个。这个好结实，全在上面。
姐妹们大家好，你们期待已久的酸辣生姜活动来了哦，一瓶减两块。这个酸辣生姜就是微酸中辣，不含糖，就是相当下饭，收到货一定要放冰箱保鲜，冰箱保鲜。酸辣生姜就是真的，像我们这边的人都比较喜欢吃姜，尤其是拿来炒紫姜炒肉啊，这些都可以，而且酸辣生姜做腌菜也是比较好吃的。微酸中辣，一瓶减两块哦。这就是双十一的活动，因为酸辣生姜几乎特别少特别少做活动，如果姐妹们喜欢这种下饭菜可以试一试。馒头，还有一位小菜，一瓶是250克，拿来下稀饭这些都不错。还会下饭，喜欢姜的姐妹们可以试一试啊。